双手，很可爱哦，尤其是各位小朋友们，耶哦，好，那我们耶的时候呢，把手哦往前推，好，来哦，我们来佛堂好不好？好，最后一个呢，我想要借各位的右手，来右手举高，然后呢，把你的大拇哥比出来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或者会说读经赞不赞？那你们就要说什么？太小声了，读经赞不赞？赞。我们要来一次哦，来哦，读经赞不赞？赞。赞楚老师赞不赞？赞。前人赞不赞？赞。好，感谢各位前贤，谢谢。好，要笑要笑，各位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的那个概念，然后这个方法做场地保护，但是也就是在隔壁的第二家教室里面，放健康，放健康。送便当来做场地而已，要领便当，领便当，要领便当啊！谢谢前贤哦，谢谢前贤啊，要做领便当。神元山庄育儿圣堂在台南艺术大学附近，台南观景。